厂商大小都一样，它是蓝板彩格，超好看。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看，你有身上的蓝色就可以，就是你今天衣服有什么颜色，就可以拿这件衬衫来搭。而且夏天呢、啊，你就是要这种很彩色的衬衫拿来穿搭，就超好看的。我觉得穿这件很适合去人山人海的地方。因为大家朋友一定会看得到你。那我说过年的时候不卖嘞，因为过年不管哪边都冷清的。对，去哪里都冷。这一款呢、啊，我自己很喜欢，第一款大点点的。那再来我就喜欢这一款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特别。其实外面市面上真的非常的少见，因为它是外单的。我相信很多的客人都是喜欢我们家的外单商品，所以才会一直陪我们到现在。所以这款的话，你们也可以买起来，大小都是一样的哦，大小都是一样的。可以给他们看，近放一下近拍。你们看它，可以看它的材质，它就是那种是棉质的，而且它不会有那个就是印那个颜色的那种，就是那种胶感，是非常舒服的材质。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春夏穿。然后口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好可爱哦！我觉得这个很好看，对，你们可以买起来。焦距。那如果我今天搭小可爱的话，然后搭高腰裤，你穿牛仔裤也 OK。那你今天穿那种？不能穿那个，会不会太花？就搭那种宽裤或者窄裤，照这一件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衬衫啊，推荐给你们买，我觉得很日系，很不一样的感觉，市面上真的是少见又少，因为它是外单的。那价钱的话，也只要690块。